这一盆是魔术公主，她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今天已经长得很小了。然后这些啊是她的种子，只有妈妈跟孩子一起。下面是她的长大的，我都会让它直接掉下去。继续吧。其实稻草的东西真的蛮好的，没办法变得那么肥。而且它晒过太阳，它上面会有一个红红的东西。我的魔术公主，